你看，徐老兄弟们，太好吃了，大人呐！妈呀！ 哇，这牛肉汤看起来很好吃。哇！上！所以我回来就直接胖5斤。 起床就差你了，你真的你的粉丝们知道你是猪吗？哈哈哈，他们知道，今天打猪哈。大家好，我还没有起床，好困。你笑吗？还没有起床呢。不行啊，你看已经妆发了。天哪，你们都妆发完，也好完整啊。还有人没准备好吗？不可能。 天哪，这个光拍的我好好看啊！对啊，居然在后面整个黯然失色哎！你把什么名字要去超？对，居然在后面整个黯然失色。假装我们来了！居然在后面整个黯然失色。居然在后面整个黯然失色。黯然失色，黯然失色。那么难吗？天哪妈呀！这样，好差啊！这些人攻击我。 今天要吃鹅，溪口流脯，溪口流脯是什么意思啊？溪口是一个地方，流脯是一个人。流脯。啊，溪口的流脯的肉店。这么大？妈呀！鹅好大哦。鹅好大呀！这么大？天哪！这给我的摄像师，你试试看。 鹅肝，哇，好险啊！鹅肝好吗？好吃吗？嗯，来评分一下吧。我们一般都有3分吧。没有，我会感觉它会。我打6分的高分，我觉得应该5分。5分，6分，我可以给9分，我觉得9分。就这鹅肝，我今天我的好像也挺期待。因为这是一个大喜大悲的一个店，好像你别说，它做的还真比上海和北京的那个鹅肝要更好吃一点。下一场，多少？吃海港街，还是上海是逛？ 我问一个为什么游泳员相机啊？他原相机跟本人没差。你这是原相机吗？是原相机。你看这也很帅。这也很帅啊。没有啊，他很像那个很会 PS 的那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现在真的很像游客哎。哎呦，这是哪来的大妈呀？哎呀，这杆儿啊，哪儿买的呀？批发的吧？我都没有那个丝巾。待会儿给你买个花丝巾。哎呀，大妈呀！想做这个吗？ 古城特色，包你特别像这个导游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了。今天旅程呢非常的丰富。呀，小费先交一下，哈哈哈哈。微信的号已经转到大家群里头了。我们看看我们的左边，左边有米奇特产商行。 是吧？迪士尼来告一下，有侵权的行为。哇，现在右边有一个景点，王宫石略。好漂亮啊，这个石雕，很精致的哇。去啊去啊，可以啊。几略，这个是繁体字的略啊。嗯。灰姑娘上。 这么胖的会不会？哎呦，这车都抖啊！哎呦，我们下一个是什么地方？那个唐博园。啊，这故居这么新啊！唐博园，同志们，我们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哦，全世界最新的故居。唐博园的。唐伯虎的弟弟叫唐博园。唐博园。好诡异的音乐，听到没有？你听。 怎么演出了一种大娘的感觉？哎，你们干嘛在井里投毒？我想说掉过井里面，好吓人啊！
我想起来啊，我三岁的时候，就在外面玩，我就这么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就啪一下，我就掉下去了。是，我是浮起来了，浮起来之后我就扒着那个砖头，然后他们大人一个都下不来，因为那个井口很小，就拿了一根竹竿伸下来，然后让我抓住，然后让我这样子把我拉上去。天哪，你三岁就可以完成这么难的，那人生是有一点艺术天赋，就掉到了井里面。来，我们去下一下喽。果然里头什么？里面没有什么东西，但是有个洗手间，这去人家家里面放洗手间。对，六条有东西，就是要付费的景点，好吗？不去，绝对不去。哎，没有洗手间的景点绝对不进，只要这个景点有洗手间，而且免费，一定得有一个人至少要去上一下。对，没错，对，就要这样。往北京人讲话就是这个味儿。往北京人这样，本身上厕所啊。小心我把你扔了。我热死了，我现在在冒汗，你都在穿长袖。我这个是羊绒。妈呀，你这个人虚胖成这样啊！你刚才说虚胖的时候，他脸上的表情是生气，抖了一下。虚胖。师傅，师傅，我要买个炒冰。还有百香果加奥利奥。百香果加奥利奥听起来不好吃，听起来不好吃。我是好没有礼貌，两枚加芒果。我要奇异果加橙子，百香果奥利奥加草莓。潮州小吃咸水果，是什么咸菜吗？是的，咸菜包了这个，蘸着吃。哄抢哄抢，评论一下。大家买是不是好吃？好吃吗？牌坊街好多牌坊啊！我看到一家神奇的店，金地利香樟木贴金呢，全是龙虾螃蟹，你看，因为他们潮州嘛，还有鱼，打鱼为生的。对，你别说，还挺灵动的，尤其这些螃蟹。哦，它就是这种木头了，外面镶了金。哦，但其实你喜欢这个还是喜欢这个？我更喜欢木头。我也是。杏花无地牛肉火锅，我们来吃你了。都是在切牛肉，好多牛肉。二三四五六七，你看吃了，兄弟们，好嫩哦，嫩到不行啊，好嫩，好好吃，非常非常太好吃了吧，天哪，好好喝。昨天晚上好吃，一到十分。9.5，我现在在去南澳岛的路上，这个是叫做南澳大桥，我们现在已经走到桥中间了。看，当当当，海滩上有一口井，他们说，然后那口井里面呢，它是淡水，对，特神奇。我们现在要去看一看那个很神奇的井，好舒服啊。就搞错了，整个大搞错，怎么了？就不在那儿，真的。井不在那儿。对。那井在哪？在那边，在那边，还没早。啊？所以我们是搞错地方了，是吧？对，他乱指挥。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在那个酒店里面，因为从那个南澳岛回来之后太累了，现在已经8点钟了，然后所有人都想要回家了，然后安静的躺着。现在是4月5号，我们要离开那个汕头了，我们还可以在汕头吃两顿正宗龙江猪脚饭，我们来了。So go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这个是鸭吗？抓吗？抓吗？哎，没有看到猪脚。就是这些。这个是最好吃的部分。天哪！这个肥肉你们一人一块。哇！照相照相照相。
饱了，我也饱了，满足大满足。天哪，175块钱，七个人一个人20块钱。天哪！广州老牌豆花甜点，人巨多，大排队。给你们看一下。哦，哇，这个银耳汤看起来很好吃。豆花是他们家招牌。我们刚刚点了那个甜品，但是店里没位置，所以我们就在旁边的猪脚饭借了个位置。他们人特别好。对，然后我们本来说给老板10块钱，用一个那个桌子的位置的钱，但是老板说不需要，来给老板比个赞。然后呢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甜品，豆花，但它没有冰的，这是招牌莲子百合。招牌无果汤、香芋卷、鸭米，就是形状长点的汤圆。这家店蛮一般的。现在的话呢，要去机场喽，我们要回上海了，拜拜。OK， 噔噔噔，我们回来了。我觉得这次旅行的话，其实没有玩到特别好玩的东西。最漂亮的风景就是那个南澳岛的风景，有非常非常非常长的那个海岸线。但如果你们要去潮汕玩的话呢，记得。就是一定要准备好一个大大的胃，因为你每天都会被各种各样的美食吸引。奶茶，每一家奶茶店都很好喝，一定要吃那个水果的一些茶，还有那个肠粉啊、卤味啊，特别甜品巨好吃，我每天要吃3碗，所以我回来之后直接胖了5斤。应该是在今年年初或者去年年底的时候吧，就认识了很多好朋友，我觉得从他们身上我吸收了很多很多的正能量，反正就是变得比以前开心了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，这是我今年最大的一个收获吧。那我们的视频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 vlog， 我现在是素颜好难看，可以帮我打一下镜，拜拜。现在玩个游戏，就是我说3个字，然后后面接一个字。傅鹏鹏，傅鹏鹏胖，傅鹏鹏太胖，傅鹏鹏太胖了，傅鹏鹏真太胖了，傅鹏鹏真的太胖了，哇塞，傅鹏鹏真的太胖了吧，傅鹏鹏真没太胖了吧，你说的每一个字，真没太胖了吧，天哪。